为人民币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影剧圈里面只要有欠债都万劫不复，破产到底，只有他短短能够翻身。宪哥真的很会赚，姓吴本家果然是厉害，从以前被这个吴三桂害得很惨，对不对？吴三桂以后就没出什么好东西，还好我们还有吴淡如，哇，太棒了，我们有吴宗宪啊。 Together forever， 双吴合体。吴淡如的 Podcast 的节目吴淡如人生实用商学院与吴淡如人生不能没故事加总累积下载次数破6亿次，在达成惊人指标之际，特地邀请综艺天王吴宗宪上节目，两人一起推荐分享新一代的红梨果胶产品与卡拉轰天雷，一搭一唱宛如脱口秀。它就是原来是冷的也可以，我用热的泡。不，要常温，你用热的泡什么？你怎么那么早过老年人生活啦？你要讲我崇拜你的地方吗？第一个就是说你自嘲的能力真是 number one， 你知道吗？第二是你还债的能力，哇，那也是世界第一。因为我跟你讲，影剧圈你仔细看，没有人真的成功翻身过。你知道我怎么还债？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朋友还我钱啊。媒体形象来自于媒体，而不是来自于我真正的形象。外界呢，你看讲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他是不是真的被把周杰伦卖掉，还是被周杰伦出卖？这个我们就好好可以来聊一下啊。为什么下一个周杰伦又出现在我的公司？原因就是我愿意给机会。你有听过 Musa 吗？那是新天后，太可怕，歌唱的不输给张惠妹，舞蹈跳的比蔡依林还好，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是 Musa 赢不了他们两位的，就是年纪。哎，这个有时候感想是什么？就开心嘛，两个孙子，你哪知道不是三个呢？你哪知道路西派不会闯祸呢？我那儿子是金岩枪炮弹药枪支拆卸，他经过市政府警卫都会害怕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信义区到处有他的足迹，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凡住过必留下邻居，请你注意表情的管控。OK 啊，